过年摆在桌上的零食糖果不要再去超市买了。先准备一点大颗的棉花糖，空隙要留大一点，要不膨胀起来会粘在一起。准备一点喜欢的果干和饼干，趁热放上去，用力的按一下，记得要再烤一次哦，这样才会变得脆脆的。第二个甜点特别适合秃头小宝贝，简单的和和匀到完全湿润的状态，家里没有模具的用纸杯剪个圈出来也可以。这样的小零食可比去超市买有心意多了，尤其是过年会来小朋友的肯定会特别的喜欢，简单的打包一下还可以当过年的伴手礼哦。